桃园一礼拜来有三件这工厂大火啊，这顶礼拜这台中有这大楼火烧，内政部长徐国勇今仔伫个伫欢迎表示，未来会加强各项的这消防能力，迅速落实自身的掌握，以及这民间消防人员第一线的这消防训练。消防人员伫暗暝来紧急拍火，三月六号台中新中街大火造成六死六伤的悲剧了后，桃园阁连续发生三件工厂的大火，包括着十号观音的因根化合，啊个罗德的美孚仓库来发生大火，另外十四号的物流中心的火警，这相关的救火效能啊个消防人员的安全嘛受到关心，尤其消防员的退避权啊个。掌握到火灾现场危险物件的位置的地图，拢是正重要代志。让这几个单位的图资还有管辖呢，让消防单位全面可以读取跟取得一定第一时间就取得资讯。是那个我一定讲很重要道理的哈。我们现在都请消防署署长在这里听到了，立即发文，跟我们各个消防局跟这相关的单位，必须整合这些相关的资讯图资。尤其这几天桃园工厂大火嘛，显示化学火灾救援重要性。罗雄林表示，这新的100只有4个消防局的特殊救火单位，要求来增加数量。徐国勇表示，会加地方政府啊，个环保署的动物跟化学局来做会讨论。所以我觉得您这边也要更积极的提出，这个我们是不是在区位上有对对，这个我们来跟化学局来做相关的这个联系。为什么要这样请？另外，七个人嘛表示来强化工厂人员消防训练，希望第一线人员在火灾一发生的时阵，都能用工厂的消防设备来打火，而是来延后降低这火势扩大的速度，等待消防人员到场来协助，来减少火灾造成的人员安全危害，还有财务的损失。记者张志勇、陈信良台北报道。